今天是8月15了，给毛孩子拿了几块月饼，这几块月饼是南五仁的，昨天喂了毛孩子吃了两块，他们还挺爱吃的。北五仁的家里也有，他们不爱吃。这个馅儿呢，可能比较合乎他们的口味。毛孩子吃太多甜的也不好，但是过节了，少吃一点也是没关系的。月饼拿过来，看给小五百和春天激动的。又给春天补了一个碗，四个碗，四小份，一个毛孩子一份。吃的还挺干净，一点也没剩下。毛孩子确实很爱吃，不过也不能再喂了，甜的吃多了也不好，过节了，意思一下就行了。